台南传统市场当中，本来就有真济稳重的美食，绝对是客家团圆袂当欠缺的。今年市府结合市场所推出的年菜组合，正到台南便利商的网站，得当精选来自客家玉井、开元、金华、东菜市以及西港等市场的年菜组合。活动后面拢有村拢满意，就是保证物超所值。市长韦特也亲自推荐卖数五千支饭店的菜色，请大家把机会预定。许许多多年菜中间，台南市的年菜你一定路过走过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因为第一个，它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；第二个，它还包送到家；第三个，它还有推出素食的年菜，所以吃素的朋友们有福了。价格便宜，多便宜呢？1388-1688-1988。那这个包送到家，只要你在台南市，我们就送到家。第三个，素食年菜，很多朋友说啊，你们菜年菜的大鱼大肉、鸡鸭鱼肉的，但是吃素的朋友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素食年菜可以让你挑选。大家知道，很多台南的美食啊，都在我们很多市集之间，或者在摊位之间，好，那所以说很多市场的名菜，那如果把它年菜化，能够吃在一起，你绝对是有口福的。所以台南真幸福，来吃台南的年菜也很幸福，欢迎大家来订购。金华局表示，每一档由台南市场所推出的年菜组合，实在不止新鲜，也经过严格食品安全把关，而且几乎各家嘛有两批提早预定的介绍。第一批在二月二日在抽一节到五节的限量好康，第二批就是在二月二日抢限量优惠的组合，大约五节，所以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台南新闻，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。